对不对？哦，泡汤很舒服。今天我们请到达人哦 ，Maggie 来跟我们讲一下泡汤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。其实泡汤要注意的地方，像是就是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觉得泡到肩膀很舒服，但是尽量呢不要超过胸部以上是比较好的，就不要超过心脏吗？对，如果说你要泡到肩膀这边以上的话，尽量的话不要超过5分钟。对，那还有就是泡汤的话，因为很容易就是大家使用汤屋是在密闭的空间，那就是开一点窗户，或者是选择半露天式的温泉，才不会造成就是脑部缺氧，然后比较容易休克。哦，也就是说你如果去泡温泉，就算是汤屋的话，最好它的这个空气流通、循环要好一点哈。